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再给我这次机会，很难得，真的非常感谢，感谢卢台长，感谢师父。台长坐了20多个小时过来的，坐得头昏眼花，睡一觉，在飞机上睡一觉醒了1个小时，再睡一觉半个小时又醒了，再睡一觉15分钟醒了，到后来睡不着了，稀里糊涂就到布鲁塞尔了。我是62年属虎的。62年属老虎的。对。想看什么？我头疼颜色是什么？偏深色。偏深色。啊，你颜色可以穿的稍微深一点，啊，裤子要穿深色。啊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个老虎看上去不是很凶的，你听得懂吗？听懂。你这个老虎没有用的。你在家里啊肯定被你老婆骂的，对，听得懂吗？听懂啊，因为我看你这个老虎一个手啊，就前面一个爪子啊，哗动起来很厉害，那个不动的一直撑着的，就是说好像很有很厉害，实际上呢不会往前冲的啊。你老婆啊，那个气场我看过来把你的老虎啊这个头啊老往后，就是说他骂你你就往后退，对不对啊？对对对。但是你这个人呢还有一个想法，以退为进。说得很对。说得很对，听见吗？那图腾很奇怪的，很准的。你在讲你想问什么吧？我想问我的事业。几几年的？62年属虎的。你过去有一段时间事业不错，现在在往下坡路走。嗯，对。你听台长的话，你的事业还想进步的话，你不要找跟老虎的人合作，听得懂吗？知道了。因为两个老虎还有属龙的，你都要当心。明白吗？你可以找其他的生肖都可以啊，你可以找一个啊生意跟人家合作啊，或者跟他作为一个那个良好的一个互作关系。因为我看这个老虎非常友好，就你这个人做人呢，啊，可以跟人家打交道。因为有的人呢，啊，命根当中不能跟人家打交道，只能做啊一些内部做的事情，而你呢可以跟人家打交道，因为你这个人比较随和。但是你有一个缺点，你老婆在不在这里啊？在。哦，那我就不讲了。你自己要好好改。你这个人呢，年纪轻的时候啊心花花，现在好很多了。你念了经之后啊你更好，你听得懂吗？好吧。你呢胆子很小，但是呢心呢又胆子很大啊，所以叫啊，心里呢想，那么你跟台长学佛之后呢，台长以后让你呢心也不要想，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好了，啊，你老婆会越来越爱你了，听得懂吗？感恩。你大概在今年的8月份有个机会，好吧，你自己当心一点，有个机会生意会好起来。还有你曾经生意上转过行。对对对对对，看见吗？对啊，所以你们不来看，你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很奇妙的。所以有的人忙了一半天，人家帮你一算说，哎呀都是一样的嘛，实际上你以为你摆脱了，哎呀我穿过了自己的生命，实际上走来走去还走这个道，明白了吗？你这个人是个好人，没有什么大问题的。谢谢谢谢。好吧，你这个嘴硬啊，但是你心软呢，啊，心很软。你跟你老婆吵架的时候也会说离婚好了，离婚好了，过一会儿肯定不离的，对不对呀？对对对。因为我看他这个老虎在原地打圈，原地打圈的老虎走不出去，听得懂吗？所以你老婆现在一听，她放心了。你跑不了了。还有什么问题啊？
还有问一下我的家的、那个、你最好不要吃活的海鲜。我现在不吃了。不要吃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们大家记住啊，现在吃海鲜，末法时期是现世报，所以我跟你们讲一点，你们就知道了。现在的人为什么？你看，把一条鱼宰了之后啊，这条鱼宰了之后，它肚子里的细胞啊，那种细胞还不是马上死掉的。你杀了一个鸡呀、鸭呀，你虽然烹饪了，吃进去之后，它的细胞还在蠕动。所以跟你的肠子呢接在你的肠子当中，你晚上吃了这么多东西又不出去运动，然后呢不消化，它一直接在你的肠子上，时间长了呢就结肠癌，把你的好肠子都粘起来了。你们看过去动手术把拆线缝的是线，现在呢是用羊肠，这种羊肠呢跟你的肉缝在一起之后呢，它慢慢跟你的好的肉啊就接在一起之后呢就粘在一起。所以你看凡是结肠癌的人全部都要什么呢？全部都要把肠子割掉三分之一三分之二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最好不要吃活的东西啊！这个对你们刚刚学佛的人来讲，对不对？我不要要求很高，先吃不要杀生，第二以后时间长了呢啊，再慢慢吃全素。好，你吃了全素之后，我告诉你，你跟太太两个人会吵架更少，好吧？你再说吧，你还有问一个家里人是吧？我家那个房子的风水怎么样？还有我的、你不能说风水，风水台长就不给你看了。那个、你要学佛，你说、看看家里的气场怎么样？气场。你们家要设佛台啊？佛台，帮我佛台。我看看啊，你是几几年的虎啊？62年的虎。哇，房子还蛮大的。对。哇，你太太有洁癖哦。弄得干干净净。那这个佛台呢，好是蛮好，小了一点，对不对啊？对。佛台的下面你放什么啦？烧小房子的那个碗放在下面。碗放在下面，是不是啊？对。那个这个下面有没有？排污管呢、还是什么，下面的气场不是太好。还有没有你放了什么其他的法物啊？比方说那种怪怪的那种像黄历啊那种。其他东西有吗？ 那倒是没有的。有放过什么小动物吗？没有。就小动不是小动物的那种图片啊卡片啊。也没有的。你去查一下佛台的下面不好。我知道，那我去看一下。好吧，把那个烧小房子的盆子不要放在下面，放在边上一点。好吗？那我知道。其他蛮好的，你家房子也蛮漂亮，还蛮大的，蛮好。还有好像后面还有一个花园一样的，小小的，就是看得到花花草草的。阳台。好了。还有我那个有几个孩子流产过的，我老婆那是不是已经被我超度了？被你超度了？你太太不超度你超度，所以你流还他流啊？是我念经，他没有念经，他还没念。他还没念经。对。那你我念小房子念。最后一个问题啦，一个人最多只能问一个问题，加上一个亡人呐、什么东西？几几年属什么的？你太太。我帮他看看小孩子操作走了没有。65年属蛇的。哇，你太太脾气好大。对。还有一个灵性在身上。还有灵性。明白了吗？还叫他赶快，你赶快帮他念36章。36章。好吧。知道。你太太，你要给他每天念7遍心经。念解结咒。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让我太太某某某早点开悟，好吧？好的。开智慧，好吧？好，你放心好了，你太太以后开了悟了，哎，对你可好了。谢。不过呢，谢还会很凶的，因为你上辈子欠他很多，好吧？好了。我想问一个亡人，我妈妈03年过世的，徐玉英。徐玉。玉炼的玉英啊，月徐月英，对，英雄的英啊，对，
几几年走的？2003年。哦，看到了。哇，你两个眉毛眼睛跟你妈妈特像。对。嗯。对。个子不高。对对对。这里还有颧骨一点点凸出来。说得很对。看到了，我看看他在哪里啊？你给他念了几张小房子啊？61张。功力蛮大的嘛，把他推到阿修罗了已经。啊，好吧，你好好努力啊，你一定把你太太能够念回来的。好了，嗯，好了，不能再问了，你问了很多了。